2021台南萨巴伊文化活动系列第四场由安南区公所于今日十月十五日在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广场举办朝思暮想忆游台江的活动，以萨巴伊麦鱼龙表演搭配黑皮好寒假布偶剧表演揭开序幕。安南区长叶志明表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朝思暮想忆游台江的思暮鱼推广的活动会场，我们今年的活动非常的特殊，安南区的一个思暮鱼的一个产业有别于其他地区，我们是从鱼苗开始养殖，所以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鲈鱼仔、大鱼仔、圣鱼仔啊个撒渔网的一个田野的一个风光的景象，那么也配合了我们台江国家公园的一个黑面琵鹭的布偶剧。那另外台江国家公园也有很多的纪录片，也提供这个场地，让我们所有的参与的民众能够了解思暮鱼的一生，还有思暮鱼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推广。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参与了。安南区是一个明星，未来的一个明星的一个区，过去我们的先人来这边200年前来这边开垦，把变成商田，我们就是沧海变桑田哈。那么现在呢，经过多年来我们市政府的一个努力，包括交通建设也好，我们产业的推广也好，或者是生活的一个居住环境也好，都有长足的一个进步。因此我们不只是沧海变桑田，可以说是桑田变黄金哈。那么另外，那么过去安南区人面对的曾文熙这个青梅爪耕土招客老的活动哈，但现在地龙化处变成高楼大厦，所以见证了安南区从伟大变成现在的骄傲。安南区可以说是在未来台南市的经济发展会占有非常关键性的角色，可以说是战斗力十足。就称为台江地区的安南区，我们自诩为台江战神。谢谢大家。台南市长夫人刘怡清老师致辞表示：“今仔日吼天气真好，就如我们那个司仪讲的吼，台南的好天气吼。”拢予大家真舒适啦吼。然后我刚其实吼，甲大家报告，我是第一届进来这个台江咱的游客中心。做歹势，因为平常时吼，总来总去，拢无时间入来啦。啊，毋过吼，我希望咱台江的美，尽量吼，拢爱甲发展出去。咱在座每一个好朋友，你都有 Line、FB、IG， 欢迎你任何的那个通讯吼，拢会甲发射出去，甲咱。安南区的水，安南区的好食，安南区的人情味足好吼，拢甲发送出去啦吼。啊，而且代表市长吼来感谢大家吼，让大家会当办这个活动。今日三百鱼吼，听讲啦吼，应该我无记唔对，爱问农业局主秘还知。台湾的两只迄个三百鱼有几只，就是咱台南的，也就是咱占50%，安尼敢对？对，安尼好啊，知我无背唔对，吼。所以呢，咱。三百鱼吼，无论是咱沿海地区17线，对北门、将军、七股、甲安南区上重要的、足重要的一个迄种农渔产物啦吼，希望伊会当透过安尼，把我们的新鲜的渔货，唔定会当撒出去，都有做者加工品哦。吼，咱三百鱼丸、三百鱼酥，吼，这拢不错。啊，都有咱沿海嘛有做，咱安南区嘛有一个火龙果。好，惠良哥的一种，加工品，那、就是的一种，这个叫做果冻，嘿，囡仔爱吃，所以呢，大家吼、哦、不要拎，不要那个口袋锁紧紧的，把口袋的钱都掏出来。啊、你觉得我等一下会花多少钱？大概猜一下，1万块，哦，谁帮我喊的？阿廖、啊。小云人是迄种迄个新生娘吼，你我会记恁头家那是做医生的款，人新生娘，歹势我家己在咧教册，我加嘛，我歹势吼，我都无遐，今仔日无做遐济，我哈，伊要招我，安尼吼，金蝶伊讲要招我，安尼好啦，金蝶招我就来处理啦。今仔日拢讲笑啦，啊，不过我肯定啊，逐家拢会甲买，因为啥物？用实际的一个买，就是在对我们在地的物产、在地的
诶，咱的店家，咱的迄种物件吼，是一种赞声，一种鼓励啦吼。所以不是讲吼，我来讲话讲讲的，啊，就走去啊，买，我一定每一摊都去买，每一摊都买，而且每一摊都买来送我的朋友。吼、哦，好，我咱台南，咱安南区的物件会好，拢送给别人去吼，安尼拢知影讲咱台南的好。啊，歹势，他讲咱的迄种李忠诚议员，哎，李忠诚议员跟蔡丽青吼，都也赶过来了吼，因拢是在地安南区的吼，啊，有哪讲辛苦吼，安尼赶吼赶来，所以而且代表讲吼，这个中山吼是大家拢要来，而且都共襄盛举的地方。客厅啊，最后一句。会记得买好买满买哦，吃好吃满，这才是重要，好不好？来哦，来买哦。好。阿南区长叶志明表示，此次活动结合台南市鹿耳门生态旅游发展协会推出桂花节、石木鱼创意点心免费品尝。阿南区社区营造新果店，甲阿南区农渔产业。推广单位等精彩活动，将带予民众创新佮三百鱼的料理。欢迎阖家大小来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共同品尝紫桂花点心。以上是台北网新闻网报道。